向日葵指挥官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啊，怎么了吗，豌豆射手？我就想问一下，你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啊？啊，那个向日葵想离太阳近一点，不是很正常啊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可是他妈现在是晚上。啊，如果一定要说个理由的话，那就是因为你前面来了个巨人僵尸吧？我他妈！我的名字叫豌豆侠神，那个躲房顶上的是我的指挥官，而我们现在要想办法处理掉前面那个巨人僵尸。向日葵指挥官，现在该怎么办才好？别睡了，大哥，我都要没命了。别慌，我在安排。我是石化中尉，啊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石化中尉，总之我们现在得干掉这个巨人僵尸，要不你吃它试一试？试试就试试。这吃个屁！这吃完了，我快挂了，快救我！我再疯狂输出了，你这个没用啊！石化中尉挂了，别慌，这在我的预料之中。啊，这也在你的预料之中吗？等一下，你是故意让石化中尉去送死的？闭嘴！我马上让倭瓜守卫来压扁巨人僵尸。既然是倭瓜守卫，你放哪儿去了，大哥？手滑了，不好意思。你在搞什么鬼东西啊？他越来越近了，你能不能搞点有用的东西？事到如今的话，也不得不把他请出来了。他，我们一代植物界的最强战力，拥有着超大的攻击范围以及庞大的身躯。你说的该不会是？出来吧，玉米投手。什么？众所周知，需要两个玉米投手才能召唤玉米加农炮啊。第二个玉米投手呢？还在冷却中，所以放不了啊。你他妈！完了，这次真的要凉在这儿了。我想不出能赢他的办法了。弟弟，不要怕。是双方射手哥哥。我们只要齐心协力，就可以打败他。寒冰社的特种兵。豌豆侠士，我把他们都请过来了。向日葵指挥官，是我误会你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下完了。小子，大惊小怪。倭瓜中尉也太帅了，现在我们只要打倒巨人僵尸就胜利了吧？不是，你看那边。